青玉案，元夕，辛弃疾。东风夜放花千树，更吹落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，凤箫声动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。鹅儿雪牛黄金缕，笑语盈盈暗香去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辛弃疾被誉为词中之龙，他是宋代豪放派的代表人物。他将满腔激情和对国家兴亡、民族命运的关切忧虑全部寄予在词作之中。但是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，文武双全的辛弃疾还写过许多温柔的词作，缠绵悱恻。这首《青玉案·元夕》就是他最温柔的相遇。又是一个元宵节的晚上，词人漫步京城，期待来一场美丽的相遇。火树银花，灯火灿烂，像满天繁星随风而落。美丽的女子散发着幽香，洋溢着笑容，从身边走过，可却没有自己中意的那一位。正落寞时，词人蓦然回首，却发现那灯火暗淡之处，有一个女子正静静等候，正是心中的那个她。没有邀约，没有盟誓，就这样踏着月色和清香向你走来。或许今生所有的相遇，都是前世的久别重逢。